人的一生呢，可以做很多事，但要真正的做好一件事呢，却特别的不容易。我叫林涛，是国家级非遗靖州成年制作技艺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。靖州成年呢，与端砚、射砚、陶砚呢并称为中国四大名砚，它是这个四大名砚里面唯一的烧制的砚台。它呢是孕育秦汉，兴于唐，盛于宋，明代呢达到炉火纯青，但是就是明末清初的时候呢就失传了，失传300多年。我呢是1986年毕业，回来以后呢就跟我父亲就是在各种文献里面找资料，像这个西青砚谱，我们新靖县志所有的那个考古文献，基本上有10多年的这种研究挖掘，才把这个技艺呢逐渐的才开始完整出来。到了2006年的时候呢，靖州成年呢被认定为这个什么中国驰名商标。到了2008年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个制作技艺呢入选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人这一辈子呢，能做到不辜负伟大的时代，不辜负一生的理想，便已足矣。我叫林涛，一个普普通通的成年砚匠人，有着一份永不退缩的泥火初心。